个可以上在这里。就给他们给他试试吧。就把这个木螺丝上在这里。如果大木头嘛，然后再弄过来。试试吧，试试吧。试完他什么也不说了，那个。加在这里。嗯。掰的是那个黑的吗？对，它往下的。所以往下，然后就内住了。上下可以，它这个是可以动的。就量那个点两个点之间的距离啊。这一个和这个刀这个印儿，这个印儿不是。这个印儿是这个刀的，这个印儿是这个刀的，量那个中间的距离。刚才不是他抓木头了吗？抓木头的时候，这个刀不碰了个印儿吗？就量这个两个之间的。输入这个距离就行了。嗯，对对对。输入进去之后，它就自己，然后开始的时候就自己往里对了，是吧？对。
谢谢啊。就是他工作的时候，这个东西不用按是吧？不用，就是你开始了，想完之后。对，不用动它，你要嫌速度快或者速度慢，可以调一下。调哪一个？它这个到时候调这个 Y 加 Y 键就可以。哦，行。这个是四轴，你看那个你的是那个是有个气缸是吧？嗯，这个是多了一个电机。对呀、啊，好像多了一个电机这一块。对，然后它就多一套这个，然后再多一个驱动，所以它是四轴，然后手柄也不一样。手柄也是个四轴系统、里边多了一个，那个、这边是这个吗？不是这个，做了套驱动。好吧。哎，这个是什么呀？这是个电阻。